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夫骑射。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这一款是一个叫招财猫的，一家作坊吧。他们推出了一款呢，可以变形成方块的百兽王的周边啊。这个应该是没有官方授权了啊。盒子的大小呢，大概跟现在海之宝这个 Deluxe Class 的这个盒子差不多大。那它的一个玩具本身素值的话呢，算是普通吧。我想是绝对没有网络上大家看到的那么好，因为我实际上玩起来的话呢，它是有一些小毛病的，但是我也不是很苛责的人，大家知道我是很客气的。那我首先讲一下它的说明书，其实非常的不友善啊，印得太小了，而且灰色有些什么并不是很清楚。你有没有考虑当年看百兽王的，现在都是大叔了呢？哈，我们的视力实在是负荷不了。那么我自己的话呢，小时候也是很喜欢看这部动画，但是台湾当年引进的时候呢，是这个拿了这个美国金和声的一个剪辑版，它是跟机甲舰队呢是一起绑在一起的一个被篡改剧情的版本。那具体怎么回事的话呢，各位可以去看一下我机甲创世纪的解说的那一期啊，我有说了一下大概是怎么回事。那它的一个方块的形状呢，三个，那其实有三个不同尺寸啊，可以堆叠成一个类似于叫做剑冢的一个形象，这是最小的，这是中等，然后这个底部话是最大的。那我们的简单的看一下它的配件，刀、盾，还有所有的其他小配件，狮子状态下的一些武器，或者呢是为了维持它方块形状下，而用那些配件呢，都是能够完全在方块形态下去组合起来的。这个是主体，黑狮子的部分啊。变形的时候呢，这一带两侧呢非常的紧，紧到呢在推的时候呢，很可能造成球关脱离，因为它实在太紧了。上了一些细油之后呢，感觉有比较好。然后武器的话呢是收纳在这里，简单的说呢，它的所有的配件在这个时候呢是完美的啊收纳在这里头，或者是来提供它连接的使用，基本上这一点的运用还不赖。但是呢，应该是说呢，它为了要能够让它的这个方块形态呢，能够完全的组合起来，它多了两三片的零件，反正是在机械的状态下呢是用不到的啊。如果你反过来讲，就是这样子了。那我们就逐一的呢，把它恢复成它的一个狮子的一个形态。首先的话呢，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它的一个绿狮子跟红狮子其实号码是反过来的啊，红狮子应该是2号，绿狮应该是3号。然后上方有一面盾牌，这个盾牌的放法呢放在这里，对于这个方块的话呢，是有很强烈的一个帮助的。你可以旋转一下，那把它给拿下来之后，这里，哎，扣得非常的紧啊。这个转下来，好。然后呢，这块部件是可以拿掉的，包括这个部件，通通是要拿掉的。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两门，这个跟这个是狮子状态下，装备的一个火炮。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是直接的，你可以先把它从侧边拿下来。这是方便我们做这个东西的拆解，把这一块部件呢给拿掉。它的话呢是连接了两个狮子啊，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个地方有个凸，它去扣这个结合点。那我们就先把这些部件都给拿开，先把这个狮子的部分呢，绿狮子的部分呢给恢复它的一个形象。这里很简单，从这个地方，它这个下巴跟它的一个这个不是生殖器官啊，是它的一个。就是结合的那个位点是扣在一起的。那它那个脚啊，收的时候呢是反过来收，跟动画里头我来组成手部的时候的变形呢是不一样的。前肢是一样，但后肢它是往后面翻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尾巴记得把它给挑出来。然后呢，这里是它的一个第一个设计不良的地方，这个地方非常不好抠出来。基本上，除非你是就算是小女生的手啊，我觉得也不见得能够很顺利的把它给抠出来。抠出去，往后翻，然后呢，这个狮子或者是这个生殖器官啊，本来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把它推到后面去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兽形态。这边好，那么呢，不得不提一下它的一个绿狮子，其实也是除了号码二号是跟原著不一样之外，绿狮子的这个背部应该是圆弧形的，它这个方形呢是红狮子的，所以应该是用了完全相同的模具呢下去做一个设计的。那我们这个部分的话就一样，把这地方给翻出来，扣上，手臂放下来啊，这个手放下来就有一个我来组成手部那种感觉啊，
但是后置各位可以看到了啊，是反过来的啊，并不是往前缩起来。然后呢，红色的这个尾巴，这尾巴抠出来啊，是它的一个第一个不是很顺手的。它的塑胶整体有一点偏软，我感觉有那么一点像魔方的一个塑胶的感觉，但是还不至于那么软。然后关节非常的紧，大部分都是偏紧的。那我出拿到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应该是绿狮子吧，应该是这个手，其中有一只手它是装反的，前后装反。那其实也很简单，你看这个插栓把它打出来之后，反转啊就好了啊。那刚拿到的时候是确实是有点吓一跳啊，只是这个装反而不是错件啊，就问题比较没有那么大。然后两只小狮子的话呢，就暂时搁到一旁去。那我们就接着把这个变成腿部的，两头狮子给拿出来。那注意一下啊，这个，黄跟这个蓝狮子组合的时候呢，它是有两个，啊，是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配件，另外一边也有一个啊。那这个转下来说真的就是不是那么好转，而且呢，说真的，这个黑色的塑胶跟这个东西是会色移的，各位请注意一下，它是会色移的啊。就留意一下吧，然后打开之后呢，它这里还有一块部件啊，这块部件是蓝狮子跟黄狮子的武器，它是收在这里面的。收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方形的一个凸，它去扣这里一个方形的一个凹，这样子就行了。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旋转这块部件，然后呢把它给往前面扣过来。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变形就跟老玩具老的百兽王的玩具都是这样子变形的。啊，这里是一个可以伸缩的，把它给推回去，推回去啊，然后这个脚一样，把它给翻出来，脚一样翻出来，然后呢，这个尾巴的话呢，这个尾巴比较好翻，然后这一块啊，黑色这个补充部件就把它给放进去啊，它是一个洞是吧？所以这个蓝狮子是母的，对吧？是公主驾驶的，公主是女孩子嘛，所以蓝狮子是一个母的，当然黄的也是啊。啊，我说这个玩具做的是啊，那一样，我们把这个地方打开，这个部分敲出来，把这个武器从里头给拿出来。那拿出来之后的话呢，这个就记得旋转一个角度，然后推过来，再把这个部件往内推回去。当然，你也可以先把脚给放出来，再把它往后推，然后把这个头给放下来。那各位应该也有发现了，这个黄狮子跟蓝狮子的一个头啊。一样啊，是用蓝色狮子的一个头雕像去做的啊，应该是说距离蓝狮子的头雕，它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像。那不管怎么样啊，至少它还稍微有点像，因为黄狮子的这个头啊，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它侧边是一个弧形这样子过来，是流线型的。在五头狮子里头呢，我之前是觉得黄狮子的头是最好看的，但是它在这一款玩具里头呢，它是用了蓝狮的一个模具啊，比较可惜一点点。再来这个本体的一个黑狮子的部分呢，它这个变形的话呢，设计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首先的话呢，这个地方把它给解开，这个是它的一个狮子状态下的一个外挂武器，那可以一体变形，不用去拆下来啊，这一点是要大大赞许一下的。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部分就做一个简单的分开了啊。它的变形呢，主要有三个大回旋了啊，三个大回旋。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这里有一根像尾巴的部分，这里翻出来。我们要做哪三个大回旋呢？先从这个地方做一个180度的一个大翻转，然后的话呢，方便我们变形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翅膀呢给往上转上去。再来，我们第二个翻转的部件呢，是把这个地方往下翻下来，这里有个卡扣就松开了，这是第二个要翻转的。那第三个翻转呢，是它的一个腰部啊，这三个翻转下来是非常一气呵成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呢，原本扣在这个凸啊，原本是扣在背后这个洞的。现在呢，它要来跟前面的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了啊。我们先把这个两条腿呢给转正，先转正，两腿先把它给打开。这个部件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往前面推回来，然后往前面顺势的呢把它啊，对，这里两片裙甲要先翻出来。在变形成方块的时候呢，两侧的裙甲是收到下面，变成狮子的时候是收到上面啊。这个待会各位看一下就知道了。这个时候我们这块部件呢就可以把它给推到前方来。然后往前面推，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组合了。也就是说呢，这块凸啊，这块凸在人形状态下呢，它是，不对，我们现在是要变兽形了，所以尾巴要拉出来，这个地方把它给推进去。在变形成人或者是兽的时候是扣在胯下，然后变成方块的时候是扣在背上啊。你各位记得这一点就行了，其他的变形都很简单了啊。
首先的话呢，把这个手臂啊，从这个肩膀翻出来，这个非常直觉，这个都跟正常的一个百兽王的一个玩具黑狮子的一个手部的收纳都是一样的。然后胸口，把它从这里打开，然后可以把黑狮子的头给翻出来。那我变形的时候，我喜欢把它头翻转180度，会比较好做一个收纳。再把这个胸口给扣回去，最后就怎么样？就是把这个脚啊也往下放。然后刚刚提过了，裙甲呢在兽形的时候呢是推到腰侧，然后变成方块的时候是收到胯下。这个不难理解啊，不难理解。然后呢，这个脚的话呢，其实我一直觉得它这个脚，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变的是对还是不对，因为这个长度看起来很诡异啊，长度看起来很诡异，非常诡异。然后这个两侧。这个裙甲的话，应该是搬到前方去了，到这边。哎，这个脚好像是要往后放，然后这个往前面，然后这个地方的关节啊，我都有上了一个硅油啊，不然的话根本就或者叫细油，不然它根本就推不动的。然后翅膀往后放，然后这里要赞美一下的，就是它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火炮啊，它。是狮子状态下的一个外挂的一个武器，那各位应该也看到了啊，从头到尾的话呢，它是可以不用拔叉变形的。其实绿狮子跟蓝狮子的武器呢，也是可以不用拔叉一体变形的，只是呢，在变形的时候方便做个展示，我就把它给拔掉了。那么呢，这个就是把它从方块呢还原成5只狮子的一个全部的一个过程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狮子的一个状态。先从本体这款黑狮子来看起啊，首先它的一个后肢是不是感觉很长啊？而且是后腿是比较有点牵强啊。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变这样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我看它的说明书啊，这个后腿都是垂直下来，然后往后的。它这里的话是多了一处的关节，所以脚掌可以往前面推一点点。然后呢，这一带的一个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水口啊什么比较多。然后我这里啊。再次强调，我上了细油啊，或者叫做硅油，在这个地方，不然它根本就转不动。可动度的话呢，倒还算是不错啊。然后它的一个头的话呢，是唯一几头狮子里头呢可以做一个转动，腰身也可以转动啊，然后嘴巴也可以张开。人脸的话呢，到时候变成人形的时候再把它给翻出来。然后火炮呢可以一体变形，尾巴的话呢有一个两个双层的一个关节。脚后腿的话呢，你要往后面开啊，也是可以问，也是没有问题啊。你要做这个奔跑的一个样子，也是 OK 的。如果你这个火炮想要拿下来，当然也都不在话下，都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是准备组合的时候一个飞翔的状态啊。这个很多，这个当年记忆犹新的一些画面啊，这个玩具拿到的时候还是历历在目的。再来是本来是应该2号的红狮子被改成了3号啊，它可能是里头呢。就是反正呢，我觉得，就其实这个，尤其是这个红狮子啊，拿到的时候呢，是最给我小时候，我们台湾那个时候吧，有一个好像叫无敌泡泡糖还是什么，一个盒玩系列，它里头那个玩具的大小可能跟这个差不多，所以我拿到这款玩具的时候，其实我是拿出来的时候，从盒子里拿出来那个人形的一个。尺寸比例啊，我是很感动的，跟当年我收集的那个玩具感觉很接近啊。其实这个可能还是比较大了啊，但是就已经很接近了，因为小时候我们个子比较小嘛，现在长大了，就当做玩具等比例放大，然后关节也更加进化，美型度也提高啊，仿佛我们小时候想象中的那个百兽王啊，现在就是各种进化之后回到我们手上的感觉。那么这个原本是应该3号啊，但是变成2号的绿狮子啊，再次强调它这个圆弧的一个形状啊。在原作是圆弧的啊，然后呢，蓝狮子呢可能是这里头吧，我觉得吧，被应该是说被变动到算最少的，因为蓝狮子的头冠这里也是红的，没有错啊，这个可以张开，然后身体的形状也没有问题，算是各方面来讲，还原度来说，可能这五个里头它是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那这个是头身比例是不对嘛，然后这两个是。数字被颠倒了，那黄狮子可能是被毁得最凄惨的一个，因为它这个头根本就不对啊，根本就不是它原来的样子，背上的形状反正就一整个就是不正确，我只能说它的一个
NG 是最为严重的一款吧。当然，你要说律师的是整个是换了，也是可以这么说。但是因为它体型比较小，反正我觉得这五个家伙呢，我也不知道你是为规避版权还是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这么样的去回避这个，我觉得有点奇怪了，我有点奇怪了啊。那我们就开始进行每一次卡通倒数10分钟或倒数5分钟都会出现的，我来组成腿部啊、头部啊，对不对？手臂的部分了啊。那么呢，我们的这个蓝狮子的话呢，跟黄狮子那个变形是完全一样的啊。这原著动画里头，它脚是往前伸了啊。不过这款玩具的话呢，我们是要把它往后面堆过去啊。这里一样是往前，但是脚掌是往后堆的。再来这个部分要把它翻下来，然后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折进去。我们需要里头啊，你看到没有？有两侧有两个凹槽，这个是到时候呢我们要组合结合用的一个卡扣。然后这个头的话呢就很标准的一个往前面放上去啊。这个地方我一直觉得在里头的驾驶员呢，在机器人移动的时候应该是头昏脑胀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两腿的部分。再来轮到我来组成手部啊，我们把这个武器给拆下来。它的一个前肢的话呢，是跟动画片里头一样的一个缩进去的一个状态。那它这个手的话呢，要稍微去调整一下，这样它会好看一点。然后后肢的话呢，是反过来，不是往前缩啊，而是往后面盘上去，就顺着这个方向的话呢，把它给扣过来，到这边。那扣的时候是我记得是可以把它转成，哎，这样子，这个形状是又比较接近的啊，把它转上去，顺着转盘上去就卷上去就对了，卷上去就对了。然后呢，这个组合的这个部件是连接杆是金属的啊，这地方尾巴翘上去，再次的呢把它回复到它的一个身体内部去啊，这里折一下，这里好像没有推得很好啊，是怎么回事？这个有时候操作上想象是这样，但扣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好的，那么呢，这个就是百兽王的右手跟左手的一个部分啊。右手是哪一个？右手，哎，右手是红的啊，是这样子啊。最后的这个我来组成头部啊，这个每次呢看到这种，什么我来组成头部啊，就一定会有人说我要组成裆部的啊，我就不懂啊。组成裆部有什么好啊？你确定对手是美少女吗？是吧？那个把这个手啊给卷进去啊，然后这个裙甲的部分就把它给翻下来了啊，这个地方卷上去啊，翻上去。然后各位应该可以猜得出来，这个红色的大十字是放到这儿的。然后脚的话呢，各位听到了这个声音还是比较刺耳一点的啊，刺耳一点的。然后把这一个裙甲什么的就全部都放下来。然后翅膀的话呢，就往上面抬上去啊。然后这个尾巴的话，就是顺势折一下，折一下，然后把它给堆叠到内部去啊。不对，它这个堆叠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应该是最后才叠，哎，这样的，最后，好吧，那这个。头部的话，当然是要最后才把它翻出来嘛。那我们的话呢，我怕我等下左右手搞错了，我先把它位置给摆对好了啊。那在这个腿部组合的时候，这里还有一个部件啊，是要记得把它给翻上来的，就这个部件，它是要把它给往上面这里给搓出来，往这边推出来。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它的一个组合的一个过程了啊。首先的话呢，黑狮子的这个脚的话呢，不用特别变形，就是把这个地方这两个凸出来的凹槽，凸出来的一个扣到这里面的这个滑槽，从这边把它给按下去啊，这个地方轻轻一推就可以了。各位可以看得到，这边就完成它的一个组合了。这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从这个地方把它给往内推进去，基本上就可以推得很紧了啊。这个地方可以再往内推一些些。它的一个稳定度是很好的，如果你不故意往后推的话呢，它是不会掉出来的啊。这个腿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健硕，超级的好看。然后手的话呢，就没有任何难度，它就直接是一个金属部件，给安插进这个肩膀的这个插槽里头，啊，有很好的一个稳定性，关节的紧实度非常的恰到好处啊。然后脚后跟的话呢，可以稍微的去，就可能要调整一下它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站立的一个动作。然后呢，这个头的话呢，我们当然是留到最后再把它给翻出来了啊。他的这个脸的话呢，是里头的话呢，是跟这个下巴的话呢是有分件的，所以你要分开的去把它给做一个推移。甚至你再把它变成狮子的时候呢，不是必须先把脸单独往上挑收进去之后呢，再下巴再合上，才能够顺利的把它给变形完成。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这一款招财猫所推出的这个OK， 百兽王的相关周边就算是把它组合完成了啊。那我初从盒子里头拿出来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尺寸呢，我简直是非常非常喜欢。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很大的玩具啊，这个大概就是现在变形金刚一个 V 级玩具的大小。这个就跟我小时候那个收集，那当然那盒玩现在已经不见了啦，那么多几十年前的玩具已经不见了啊，跟那个玩具可以说是几乎在我的脑海中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正面来看很好看，有一点塑胶色，但是它有点消光，是非常好看。这种消光色是好看的。背后造型我觉得也算得上是很结实啊，虽然后面没有什么细节，然后这些动物的手啊脚啊是完全的是一个暴露，但是并不损坏它的一个美型度啊。以人形的话呢，绝对是这一款玩具最大的一个卖点。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到了，我这个站立的话是稍微有一点小问题，但是问题可以透过呢手持武器的话呢增加它前方的重量啊。那你可以看到啊，这个通常我们是右手拿这个降魔无敌剑啊，对，我们当年台湾电视台播放的时候呢，就是叫做降魔无敌剑，它是可以扣紧的啊。然后我就这样握上，那前方的话呢就多了一份的一个重量。那最后呢，它其实还有一面盾啊，但它这个盾的握法呢比较奇葩。它要透过这个组合黑色部件组合上去之后呢，把这个黑色这个粗的这个部分呢去扣在绿狮子的一个下巴啊。我觉得这是比较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奇怪的一个拿法，你就稍微借位一下啊，勉强还可以。但从侧边来看，它就是很奇怪的一个造型，所以这个盾牌的话我们也就不装了。而且我把它摆出一个我们小时候啊就最常看到的这个百兽王的海报，就是这个右手红狮子拿剑，然后绿狮子的嘴巴是朝着镜头咆哮怒吼的。它的人形状态下呢，还有一点比较看起来会比较奇怪，像那个头，它这个头的形状是比较奇怪啊，就是下巴整个下半部是偏薄了一点点，其他的四肢比例啊什么的非常的好看。那我觉得它两个毛病就是它的一个脚踝没有接地的关节，所以站立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去转一些特定的角度。再来拳头也不能转，它只能够就是拳头不能转，它只能往下动一点点啊，但是它不能够转动，这点也是比较可惜的。可是呢它的一个腰身可以转，以及腰收的很好看。再来就是它最恐怖的，就是它这个地方是可以张开的，这个地方可以张开之后的话呢，这个人物的话就可以做出很多非常潇洒的动作。你把头还可以往上面看，你这整个胸口扩出去的时候啊，再给它做出一个，你看我不用特别去定格拍照，我光是这样子摆，你就可以发现这是一款非常非常帅气的玩具。你这样子摆，对不对？你稍微借位一下，冲锋啊什么的，往前面砍杀啊什么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动作感，张力感非常非常非常足够的玩具啊。这两个扩胸的这个双控关节，我只能说要给予大大的一个加分了啊。那么这一款会让我觉得说非常非常非常不爽，就是它的一个第一它没有任何齿轮关节，而且这个地方你去拔一下玩一下其实很容易就会转出来，我感觉稍微有一点点会松的感觉，因为它这个是塑胶的，然后这个结合杆是金属的啊，那你长期把玩会怎么样我不知道。虽然大部分玩家可能还是把它当是一个战师了啊，然后刚刚那滴关滴关的声音有点讨厌，然后它的水口比较多，关节松紧不一，不过这个都是可以克服的。其实我真的最，其实我个人最 care 最在乎的最不喜欢的还是它的两手同模跟两脚同模啊，因为你这个就不是那个。当然你不要跟我说你是为了规避版权你故意做的不像，但是你做不像不是在这种地方做不像啊，对不对？你说这两个你可以号码把它颠倒我觉得无所谓，像这个红绿你号码把它颠倒其实我也觉得是不太能接受，但是你用铜模，然后反正我是觉得这一点的话会让我觉得说就是会扣分扣很大，因为毕竟我们就是要冲着它有一个还原度嘛，那你等于是明显故意把它做错的时候
就让人觉得有点不是那么一个喜欢。但是呢，我必须要说，它的一个这个人形的一个玩具的大小啊，我刚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我是非常非常激动的。这款玩具瞬间仿佛让我回到10岁，也就是距今已经30多年前的那种。我站在那种文具店的这个门口啊，然后看着这些盒玩的这些泡泡糖啊，就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够这一盒买回家，能不能抽到我要的这个那一头狮子那种感觉啊。这个玩具可以说是有让我有回到那种气氛的感觉啊，这一点还是值得去嘉许一下的。但是它的一些小细节的部分的话呢，还是有点问题。还有再次强调这个两手两脚同模这一点，这个我实在是觉得让我有一点没有办法对他投以真正的感情了啊。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